中午了，咱们回去吃饭吧。走吧，叶子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我把这片采完。吃完饭再来呗，这片茶园又不会跑喽。过几天收茶的人就要来了。好啦，你们先走吧。好吧，那你早点回来。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他这伤得不轻啊，要不我去找人帮忙吧。不行，要是村里人知道了肯定会赶他走的。那他伤得这么重死在咱们家怎么办啊？不是，咱们管这闲事儿干嘛呀？阿杰，你哥当年是怎么教你的你都忘了吗？嫂子，我没忘，但这么一大活人咱们家肯定藏不住啊。先救人再说。喂，醒醒。醒醒，我是谁？阿杰，你要干什么？这家伙来路不明，又一身伤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人，我们不能再留他了。不管他是什么人，既然把他抬到家里，咱们就不能见死不救，等他醒了再说。好，家里的事儿你说了算，但这家伙太危险了，晚上我看着他，就委屈你到偏房睡吧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嫂子，来了好多人。这人什么底细都不知道。怎么能在外来人呢？会带来灾祸的。你是不是说出去了？没有啊，我刚想。这
算一个重大资料干什么？哎呀，村长，这破事怎么办呢？是啊，村长啊，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就是啊。村长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听说你带回来一个外人，是真的吗？听说还是个当兵的呢。哎呀，当兵的，当兵的，别吵了，了不起逃兵吧？对呀、啊，大家说的是真的吗？村长，你听我说。让开。叶子，你知道规矩。我们不留外来者。村长，我知道，可是他伤得这么重，我如果不救他，他会死的。万一你们带回来的要是个散勇或者是个逃兵怎么办？那是会带来灾祸的。叶子，你忘了当年你父君是怎么死的了吗？我当然没有忘，可是他也可能是别人的丈夫或者孩子的父亲，他的家人可能正等着他回去呢。如果是这样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要是真招来灾祸，谁来救我们啊？就是啊，谁管我？不行，让他走，是吧，乡亲们？对，让他走，让他走。可是他现在这样，怎么走啊？我们给他抬走，抬走，快走！我知道外人不能进村。但是我嫂子说了，我就不能让你们进这个门。好啊，你小子，为了个外人敢跟我动手。住手。行了，叶子，既然你这么坚持，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。村长，三天后不管那个人是死是活，你们都要把他运出去，听清了吗？你得为村子考虑。就这样吧，大家散了吧。哎，还好村长帮咱们说话，要不然连咱们俩都得被赶出去。你干什么？他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已经听到了。感谢二位救命之恩。你坐着，先不要乱动了。就是，这有什么难的？你都说了我们是你的恩人，你该告诉我你是谁了吧？你是逃兵吧？我不知道。你是怕说出来我们不管你了吧？我真的没有骗你们，我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既然想不起来，那就不用说了，你先好好养伤吧。三天，三天之后我一定会。你没事吧？快坐下，让我看看你的伤口。怎么恢复得这么快？三天也过，我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，就不打扰你们了。你等一下。这是我亡夫之前的衣服，
你们两个身形相当，你先换上吧。这怎么合适呢？穿上吧，你也不能这么光着走啊。谢谢。这是我之前给他求的护身符，可惜还没来得及给他，就现在把它送给你吧，希望你可以远离战火。你顺着这条路过了山，就能看见官道了，到人多点的地方，说不定就能想起点什么。谢谢，希望我能早日想起些什么。如果以后有机会，我一定会来报答你们。要真想报答我们，就别再回来了。只要年轻的，其余的给老子杀了。轻点，要是弄伤了就不值钱了。走。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明目张胆抢人，这不有王法了吗？王法？老头儿，老子就是王法。住手。嫂子，你快跑！跑，谁都跑不了。上！
老师，放了我！放下我！放下我！老实点！你闭嘴，听见没有？这是哪儿？都城，我们都变成奴隶了。王大人，今天这批货你肯定喜欢。所有人都听好了，把头给老子抬起来，让王大人好好看看你们的小脸儿。您看看这小脸儿，您再看这个，最好的就是这个。敬酒不吃吃罚。别打了，破相了就不值钱了。哼，王大人说了，这几个女的我们都要了，二十担。好，二十担就二十担，就当是小人给您送礼了。给他们吧，走，带走，快走，快，嫂子，嫂子，快点，嫂子。阿奇，嫂子，阿奇，快，快点，快点出来！大人，今年年底的斗技，小人给您物色了几个，尤其是这个。大人，这小子天生神力，徒手打翻了我们七八个兄弟。王大人说了，这几个人我们要了。大人，这价钱还没谈呢。二十倍不还价。大胆，你竟敢如此跟王大人说话。小人对王大人的心那是日月可见，不然小人怎么会直接带着人来王大人这儿。小人要您二十倍，也不过是想养活手下这群兄弟的。若是我直接带着人去邢大人那儿，莫说是二十倍，就是再多几十倍，小人也赚得回来。好，难得你有这份心，二十倍赏给你。我倒要看看这些人到底像不像你说的那么有本事。二十倍，走。又来新人了。是啊，这不又快到斗技日了吗？这些人看着还不错。看着不错有什么用？上回那帮废物也看着不错，结果我还是一个都没活下来。你们有参加过斗技吗？我在村里的祭祀上打过。这里的斗技场不比那些小地方，祭品是血和命。还有不明白的吗？你叫什么？有名字吗？没有。
他说他没有名字。把他的手镣打开，让我帮他想想他叫什么。上头有命令，唯独他的镣铐不可以随意摘除。吧你怎么又随便杀技师？这也配叫技师？我告诉你，这批人是王大人花了20倍买回来的，王大人降落下来，这谁也担当不了。行，今天训练到此结束，带回地牢。今天晚上就你了。不要啊，叶子救我，叶子救我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没有选你，是因为你还有用。别惹毛我，否则……王大人，王大人。邢大人来了。邢大人，他说他来恭喜你。别哭了，让他进来。有，哎呀，邢大人，真是稀客呀！今天怎么有时间来看我呀？哼，还不是听说有人刚刚卖给你一批好货吗？邢大人，真是耳听八方啊！看到了吗？确实如此。所以我准备一份薄礼，来给王大人贺喜。哟，哎呀，邢大人真是太客气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说了，我是来给王大人贺喜的。既然大人今日得了好货，就不如在大祭之时，大人派3个人参加，到时候让我家赤魁多活动活动，免得像去年一般赢得无趣。你不要欺人太甚。王大人，那就等大祭之时见喽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你斗祭之前给我留3个有本事的，其余没用的都去死。是。我不是告诉你别哭吗？
你呢？吃吧。不是我出卖你们，我知道不是，但那有什么用呢？村子还不是被血洗了，我们还不是变成了奴隶了。你功夫那么好，我们杀出去。他们人太多了，我也对付不了。说来说去，还不是怕死。我的命是你们救的，就算现在让我还都可以。但是如果草率行事，只会连累你，那样我会更加无法原谅我自己。其实我都无所谓，主要是苦了我嫂子。她加了我家没几天，我哥就被当兵的抓走了，再也没回来过。她一直独守空房。再后来，我们搬到了山里避祸，又遇到了这样的意外。万一那帮禽兽……他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保证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一定能救他出来。王大人有令，今天要选出年底要参加大祭的人选，日落为限，活着的三人入选。重赏，只留三个人吗？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可以杀了他吗？王大人要三个人，无论是谁。
什么时候要跑？他是我的，另外的留给你们。走。王大人要的是三个人，你非要逼我吗？现在只剩三个人了。（笑）看来我今天没白花那么大价钱，值了，值了。你们应该感到荣幸，可以代表我参加十日后的年底大祭，这可是你们的荣耀啊。我会帮你做任何事。你有选择的余地吗？住手！嫂子，退后！阿吉，你放开他！阿吉，都别动！杀了他！大人，你滚开！他竟敢威胁本大人，他该死！大人，您不想在今年的斗技上赢过邢大人他们吧？此人力量非凡，在下亲眼所见。大人，有此人相助，我有信心拿下吃亏人头。那他要是不听话呢？大人放心，他会听话的，只要您愿意给他些好处。王大人同意了。只要你们三人在今年年底的祭司上获胜，你们三人就自由了，包括他。再过几天就要大祭了，你就住在这儿吧。
只要他们赢了，你也就自由了。我不能让他们为我去送死。他们死了，你也活不了。所以，你还是盼着他们赢吧。给我看好了。谁？你要干什么？你不是惦记他们吗？我可以让你去找他们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你啊。嫂子出事了。不会的，只要我们打赢了斗技，我们就自由了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会面对什么。不管面对什么，我都会赢。没错，你确实很强，但就凭你现在的实力，根本对抗不了吃亏。我回来求王大人再次给我机会，要想尽一切办法一雪前耻。但一年过去了，我知道我做不到。本来我已经做好了死在斗技场上的准备，直到我看见你，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，只要能帮我报仇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包括杀死自己的同伴吗？他们去了也是死，而且比死在我手上更痛苦。冷血，如果你真的想救他们，就不该拒绝我的邀请。那你能给我们带来什么？经验。
你的力气确实很大，所以你总想速战速决。但如果遇见势均力敌的对手，这漏洞早晚会被抓住。该你了。而你太过莽撞，斗技场上你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让对手找到机会，命只有一条，所以出招必须谨慎。还有10天时间，只要你们能克服这些弱点，我们就有机会。你们的进步确实很快，不过就凭这样我们还是赢不了吃亏，除非你能展示像上次那样的力量。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。你到现在一点都没想起来吗？没事，让我帮他想。你别过来，你疯了吧？你要想救他，就赶紧想起如何拥有那力量。我一定会想起的，你先把他放了。阿吉，他去了也是死，还不如让他死在这里。再这样就真把他杀了。对，只有现在的你才有可能战胜吃亏。真生气了？是，滚。我到底是谁？先别说，跟我走吧。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我趁守卫不注意偷来了钥匙，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还好吗？我一点都不好，他们整天把我关在这儿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整天担心着你。
你没事就好。走吧，我带你走，去找阿奇。不要，我现在只想和你在一起。你没事吧？你还看不出来我的心意吗？不，这样不行。谁也不能阻止我得到你。你恢复了没？你到底是谁？快救我，帮我把刀拔出来。不要拔。要不是你，我就杀了他了。都记起来了吗？我们追杀一名遗魂异人，结果我不慎被他附身，还夺走了记忆。是你救了我，想不到差点死在你的手上。我是杨戬。好了，这样咱们扯平了。咱俩是扯平了，但有个人我是还不清了。是谁杀了他？是谁？是我。他被遗魂附体了，我没有办法，只能下手。住手！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把你带走。我答应了叶子，要保护你的安全。我不用仇人来帮我。人家不需要你的帮助，你就别再自作多情了。
嫂子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你，我就不应该救你。你就是灾祸。走，滚！王大人，听说你的王牌跑了，太遗憾了，我还想看看他们在赤魁的斧子底下能活多久呢。啊，你不要太过得意，斗技场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这就是斗技场，怕了吗？我既然选择留下来，就已经想通了，没奢望活着。没错，要么有尊严的活，要么有尊严的死。虽然我们没什么胜算，但起码也要让他吃点苦头。还想着他们呢？你现在怎么跟个妇孺一样多愁善感？赶紧把你这身破衣服换下来。下面有请南城王大人的斗技士出场。一个是手下败将，一个是低等的奴隶，我们看看吧。啊！
在有请东城邢大人的斗技师，斗技场上的不败神话赤魁出场。没想到啊，这么快就结束了。你的对手是我。
走吧。用不着你可怜我。我不是可怜你，我是为了叶子来的，这场仗本来就有我的份儿。杀得不吃亏，但却杀不了我。遗魂，这就是害死我嫂子的人吗？阿奇，你嫂子的仇我替你报。堂堂妖界也有如此落魄的时候。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后悔当初救了我？也许你没救我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，你也不会出事。别说了，我嫂子的性格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希望她在那边能够早点和我哥相遇吧。我也没什么好说的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接下来我们去哪儿？听闻西国旁的墨林有个鸟人，我们可以去看看。鸟人听起来有点意思，我们走。走走。冰姐，他们抓到一只鸟人，拽住了，真的有鸟人。放开我，你到底是谁？朋友就是两个很聊得来的人，相处久了就变成朋友了。滚回森林去吧，野人。
这一天就让他们知道我们西国没有懦夫，万了不起。是雷？对，红色的闪电。啊！魔将。